今天热不热？今天外面49度，你说热不热？49度没关系，跟我们一起跳起来，把热量扬出来，我们要用这样跳个大概。这轻松自在，你却不能。你空等着白天什么状态？我们重一点，我只怕你的真实等待信赖。后面什么词？我也忘记掉了，我就自己继续唱。That's right, yeah。请问今天晚饭吃什么菜？我热下，我吃了3箱小小鸡块，当然也受不了苦中大派。然后那边的朋友有没有吃晚饭？有吗？卤肉饭是不是？有吃几碗啊？我一般16碗，奶茶有没有？我最高纪录一顿76杯，你们有吗？你看我转，哇，吓我一跳。你说这一碗嘟嘟嘟嘟嘟嘟。右上左下右上回，站左摸头扭下来，后退半步拍拍肩，大鹏展翅蹲跳，呜叫啊！他说扭屁股左右左，你们两个小屁孩走开一点，不要挡到我镜头了。呜！我要注销我的微信，告别转账功能。钱不钱？还什么？大声点，听不见。难道你们真的愿意让 Gaston 带我走吗？愿意。为了我300块都不愿意花，对吗？对。你们让我很心碎啊！我在秋名山混了那么多年，考驾照考了60多遍，还不够 real 吗？我告诉你们，其实我根本就没有微信啊！让你们转账的其实是周小伦啊，这个人是。他是很坏很坏的人啊，他把我的 Ferrari 都拿去换奶茶喝啊。在 LA 的时候啊，他总是偷穿我的 Nike， 让我每天哭得像个天使啊，简直是自寻死路啊。万幸的是没有一个人给他转账啊，我才是唯一正神。这就叫隔行如隔山，唯心转账靠的是正，靠的是情，靠的是我们几千年传承的智慧啊。想知道转账的最终奥义吗？想。消息已发出，但我拒收。我砸到脚了。仅供娱乐，请勿当真啊！杰伦哥，对不起，关系哥，对不起。点赞够多的话，会有下集哦。后天继续更新阿古，别忘了来看喽。神路拜拜啊！